来吧，穿甲潘森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不打吧，感觉潘森不能一级学 W， 刷野太慢了。敌军还有三十秒长达战场，敌军寻找碾碎，不觉发现他一直在我心中。这回城动作还是很帅的。每次战败，我都绕着这座山奔。这穿甲潘森也是一波团战两个啊，贼好玩。全军出击！学 Q 会打得快很多啊！长枪所向，一往无前。学个 E， 其实刷野速度还可以，有 EQ 的话就不是很慢了。三级开始搞事抓了。速三其实不慢，后续刷也就慢了。潘森打群体野怪效率还可以，打单体野怪就比较慢，所以我们直接红开速三开始搞事，去找 YG 打架，他打不过我们。利刃穿身，我仍毅然前行。打起来直接嗑药，看到没有？直接逮个线程。他一般刷野血量会低一点。第一点抓到他就死了。这金夫好像是往右走，应该不是进那个草，有点压力。用这满当杀，对面打野应该要来，不过不是很怕他，蹭一下我让我升四了，我河道可以反杀他们。算了，感觉有点慢了。感谢云我心安续费的一个月钻粉，谢谢，谢谢云我心安的钻粉。我们生长在暗夜和心灵的夹缝中，但我们必将凌驾万物。打这种笨的英雄，刚好一抓一个准。这撞粉满一年了呀，这抓不下路，中路六级再去吧。不过感觉玩蚂蚱的有很多不会玩。凌厉的长枪在麦田面前躁动不安。刚才应该从上往下刷的。去找一下来，所以攀登是我们必然的宿命。我们打野应该要来，打野不来，这个血量可以越。打野还在上半区，下半区的野还没动，直接越吧。这野怪没动，就意味着打野在上，直接 QE， 这 W 盖住。再打个 AQ， 他在上路偷野的，刚才不应该来下，直接去上面去能逮到他。人们哭喊着所要的力量，其实看到他们存在于他们内心。
要不先退一下。W 可以捏一下来。一加速撤退走，有点生气啊。这些神的力量只不过是我们的道具。我们去他野区把他 F6 石油人刷了，这样我们蓝区的野就刷新了。我们蓝区的野应该还有个一分钟左右。就再也说不出甜言蜜语。他应该这会打完三蓝回家了。也刷快一点。不然会被他逮到。这个石头人不打了，直接抓上去了。七几万好，我血有点少，不知道他二也没开过，理论上应该是开过了，不然他不可能杀了刀妹的。他要是没开二，杀了刀妹就是刀妹的问题，这不直接送塔去了。我经验能闻到吗？世界在动，还要往回走，没事，塔杀到我吃经验一样的，他要回头再接一下。但是刀妹好像也吃到了，不然我这波应该是升六了。只要会流血，就是我的手足。差点点钱。这蚂蚱有赏有二，理论上应该是能抓得到的。但是我看他的样子怎么不太想配合呢？把信号跟上。你想成为天神，于是你被天神当作了宠物。这外机有可能在打先锋，走吧，血量太少了，这先锋估计要没，直接回家新石加血。我们面前的山不一定真的难以。哎，他不打，那他没得玩了。一定真的是山，他应该趁我没技能、没血量去把先锋给他控了。然后再抓一路吃医学塔，他就能盘活着吧。他这先锋不打我来，他就没得吃了。复仇五级，即是寒冷。矗立高山的我，可以先抓波万好了。顶着扫描过来，先别急，他皮比较厚，这会等他皮消一点，可以上了。但是我们刀妹怂了，他跟他以为我会卖他，我不是卖他，我是要救他。我们两个站一起的话，吃他一 W 两个人一起死，但是我不跟他站一起，这万豪他就不敢给技能，刀妹就可以打他，他这样反而把我给害了。这万豪刚才想拉两个的，这上路崩了还是不能去啊，这些玩上单的感觉问题很大，主要是上路的位置起来了也比较变态一点。
成名的回响。上路这种藏式英雄数值会比较高一点，加上他天蓝会比打野高两级，所以你们一旦己方线上玩的菜就会这样的。这上路不能去了，拯救不了一点。满血，毅然前行，并不等同于逃避你犯下的错误。他没什么狼，包一下，包一下。你别怕，他没血了，好像。我在一座山峰的阴影中。我有点想赏 W 他，但是我感觉他有意在，算了。我要在天界刻下属于我的伤痕。玩得很累，这种局。赶紧把下推了，让下路动起来。是我手中的武器。啊，后面有人在的，先别急。他后面有人在的，他那个站位就是后面有个人在，再加一个 T， 瞬间三个人。还有一个，他那个这个人的站位有点不太对。星辰遥不可及，你是弱气长枪，瞄准。两个直接换路了。没什么血，为何而战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为谁而战。他下马了，平常征服减速一下。他往哪走了，叫闪了，这位移距离有点远。感觉我就不该去管这个上路的，断了一下节奏瞬间打不了了，他再来游你。本来我优势那么大的，感觉现在这个上路只要劣势你就不能去，他只要一劣势你就不能去这个上，中路还可以抓一下，因为中路他有很多是法师战士你可以打，身板不一样。千百次我曾找到自己新的极限，
而我仍旧一心前行。去抓上的代价太大了。周文豪现在一直来游，等我打个圆弧出来。如果我们可以不再背负恐惧，一定还能走得更远。是恶气，他是输出万豪这个人，我下来了。直接残血就没有，先退一下，等下队友过来。我们都要找到自己的位置。中路好像就两个脆皮，后面有个泽拉斯在。预判后面一点。按照控制结束，我们再接控，这样控制就不会重叠了。让他不要第一时间给 W， 不然让他技能打开了。控制得留一下了，这时候满星再给 W，A 三下。要打伤害的话直接秒 E 就行了，他第二段的 E 伤害比较高一点。这王豪有点飘了，他应该等他队友一起来的，然后出肉，这把他就很好赢，因为这刀妹一直在带，他 老喜欢一个人过来烤，他又是出了一个破败的，他这会儿有点顶不住了。他说说万豪扛不住我，他再来一件反转，跟他其实这两波都杀不了他的。他这把出肉的话跟队友团 我们很难打。直接起跳两个闪现，五杀来一下，五杀来一下，别走啊，小帅哥，小帅哥，
小帅哥，我都叫你小帅哥了，这不给一个吗？他有可能在右边，也可能在左边，在左边。夜刃嘛，就会感到自己如堕深渊，于是我便开始攀登。木刃挖掘机，原地 TP， 你是个人？怎么这些玩蚂蚱都这么变态的？这些玩蚂蚱明明这么好配合打，该打支援配合，他老喜欢当代不来打配合的，不会管你一点。演员这是每天的黎明都是诸神的黄昏，因为六十的凡间比星辰更明亮。大招毛减速到了，控不了啊，真是控，赶紧来个夜刃，我 A 都没 A 出来。主要这控制还都是击飞啊，来个夜刃嘛，有个夜刃可以抵消一段。直接控到死了，抵挡一个控 A 出来 QA 立马刷E，还有个加速拉扯 battle 一下，我出来了，大范围很远，两段伤害好像全打到了，欢心长矛。放心参谋，无序就是我的手足。对面打野死了，直接开龙。预判一下 EZ 的位置，在后面。翻过一座山，你就高过一座山。赶紧把夜刃买了，这把对付假战士多啊，那得出黑漆啊。三进战，我能绕着这座山奔跑，直到石柱再也追不上。但是少一把小刀，捡的大刀冷却不够，没法做到杀两个大好，得再补一件穿甲才可以。想打这个效果的话，得有个圆弧，有个40以上捡的冷却才可以。
现在还差一点点。我再来一个。王广。好贱啊。记一下闪现。算了，就黑切吧。交闪十几次就不用我捡了。又到了弹幕老师教出装了，天天不打游戏的，挺想想上的来，又开始公式出装了。能跳，跳了直接死了，打起来再跳，直接在宝石开开大的那一瞬间跳，他开他大延迟的，我大也是延迟的，刚好他开大我一跳，我落点就吃到他大的效果了。妈的，你这不没闪，你哪里跑你？交闪现不给五杀，一样要死。原地起跳，逃脱塔的仇恨可以。晕住了。紧接着减速一下，给他顶飞了，但是我伤害够。老师给我来个盾，我心思再来个盾，我的 E 再减伤一下。他得先顶打完一套 ，E 伤害才高，他 E 有真伤。他 E 那一段被我盾牌抵消了，他就没伤害了。我感觉他有点肉啊，真有点肉。他啥装备？等一下被冰卡住了，不对吧？真不对。没事，我大刀可以再支援过来。牌都不要了，直接再补个收集者。有穿甲神话的被动，幽梦就没这个效果了。出幽梦的裸速就不够。
141分，下吧。